去拿萝卜。大家好，我是春姐。Hello, everyone. I'm Sister Chun. 今天我们做酸甜萝卜丝来吃。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冬天吃萝卜它是暖胃的。我们做酸甜萝卜丝来吃。我们现在来拌这道酸甜萝卜丝，我们开始操作。首先我们放入盐，虽然是酸甜萝卜丝，但也要放少许的盐。然后我们放入香醋，香醋，没有了这香醋啊，快快快用完了。点点香醋，然后我们再放点青醋，应该稍微多放一点酸甜的，然后我们就放入白糖，然后我们放入香油，点缀一下香油，大家看一看，我们的这道菜就做好了。如果家里有来客人呐、朋友啊，您也可以试一试，既好看又好吃，酸甜爽口的一道酸甜萝卜丝。我们的视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